一天自己突然消失的时候，还有人看得懂这东西在写什么的？应该大部分人都会直接打到重练的。啊，这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，可是也有不能打掉重练的时候。可是我举手哦，你这样讲，我觉得那样的话是因为他们太弱了，是因为你同事太弱了，看不懂你在写什么。没错。像你刚才讲那个 for 啊 ，for h 啊，那个第二个解法其实仔细看一下还是看得懂啊。啊，那个只是后面是啊，问题。对哦，对。对啊，对啊。后面的陷阱的东西呢，才是真正的问题。哦。欸，不过我觉得在那个同时用 Pro 跟 PHP 的公司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，像我们公司也是这样。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同事把我一段 Pro code 翻成那个 PHP， 那种 Pro module 最后不是都会加一分号，对不对？因为要不然你会 compile 不过，他在 PHP 也加一分号。为什么要加一分号呢？你为什么在 PHP 加一分号？什么什么？你说在什么加分号？就是一分号。Pro 后面你都会加一分号嘛？要不然你那个一分号哦，对对对，要不然你过不了啊。你要 return 一个 true， 你要 return 一个 true， 对不对？他翻 PHP 他要加一分号的啊，然后就 PHP 不需要这种东西啊。这代表说有一个影子在后面。来，那我要讲一些，那个，我去年的时候去一家公司啊，然后他们是只有做 PHP， 然后他们的用 XOPS 改一些 solution 这样子。那虽然我那主管不大懂 PHP 一样，然后他就跟我讲个东西，他就问我一个东西，就是、他知道我会 Perl 嘛，他问我一个东西，那个。PHP 是不是比较适合 Perl 是不是比较适合做系统的东西，然后 PHP 比较适合什么都可以做的。然后就很想抓狂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很想秀给他看说 PHP Perl 有哪些东西可以做，哪些东西很想把整个 C 片都秀给他看，直接给他看一个真实就好。对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说，可是你看 Perl 的东西只有 Open Web Mail 啊，顶多就只有一个 Open Web Mail 啊，都是系统相关的。然后就觉得脸上超多斜线。哦，说这倒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。我当初到这家公司应征的时候啊，我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写过任何一支 PHP 程式。我那个时候唯一的 PHP 经验是以前曾经帮同学改造一个留言板，改造一个现成的留言板程式，就这样，没有任何 PHP 经验。不过看起来这几个语言其实长得真的很相近，所以说聊一聊之后还是进来的。之前 Inky 不是有写套东西可以把那个 Pro PHP Ruby 什么 compile 去？那个只有他的翻译给过的。真的吗？把什么？他就是把那个一个语言转换成另外一个语言，因为这几个 scripting language 其实差不多、啊。嗯哼。他是不能真的用哦，他是用很兴奋。他是定义一个中间的语言。对啊。然后定义一个资料结构，可以去表示所有语言的文法树。对，然后他用 Python 写转换的 pass 的转换器啊，就是把所有他可以 pass 的那一部分转换成他的语言的文法，所以是用 YAML 定义。对，然后就可以再输出成型。对，只是所以他那个，不过他只有定义，他目前只有定义的 class module， 还有 printer 这三个字。什么鬼？只有概念的。哦，真的可以动。Pro 里那么多恶心的语法，可以动吗？哦，就他们不是所有语言的完整都可以记，它一定是所有语言的某一个上限。每个语言都可以 pass。因为像比如说，习作了每种语言不是。我觉得感觉很像 decompiler。也不是啊，就是它只有办法转一个上限，然后因为有一些那个 syntax 比较简单，可是有一些语义的东西比较难。像 Ruby 的语义就很不好猜，你光看到一个 method， 它可能是 call instance method， 它也可能不是，就比较难一点。你必须真的要有一个像 B 的东西在里面集合。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是，而且有些其实是那 coding 的 culture 的问题，就是说
对啦，其实真的，你看 PHP Code 里面那个，大多都是第三类的做法，第三种的做法，不是第二种做法，就是那个回圈那里啊，大家看到就是，然后其实，在 Perl 的，因为我自己做 tester 嘛，然后看过很多那个 code 的这样子，然后 Perl 的公司 Perl 的文化会比较多，就是一行里面会有很复杂的逻辑判断这样子。对，那因为我记得我在看那个 Novell Matex 的一个 bug 的时候，看到那行哇，它大概比这个还要短吧，而且一行而已，大概就三四个有 if 功能的逻辑这样逻辑判断，对对对。然后可是这个东西在 PHP 里面是好像没有人这样子在用的，语法也不大允许啦，语法也不大允许啦。但是就算语法允许的状况下也不大，你要够新的版本才能够玩那种 inline function。PHP 有 inline function， 像那个新版本有。对啊对啊，他会真的在跑快玩这个 inline， 是这样的意思。还是你是说 closure？ 那只是语法而已。closure。像有一个叫做，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一个叫 or 等于。or 等于，大家知道吗？哦，知道。对啊，那我觉得是超邪恶的。那太邪恶了。那个太邪恶了。可是很多骇客很爱用那个哎。那是设定 default 用的、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后来发现那 or 等于不大好用，因为 or 有可能你要用斜线斜线嘛。对，变成你要又五点十开始又多一个斜线斜线等于对，然后就 那个是 undefined 等于 undefined 或是等于这样子。哦，超邪恶的。对啊。可是 Perl 工程师好像就很习惯用这样的东西。什么？没有，那是 Perl 的特性之一。对对对对 对, 对、可是特性不代表说一定都是好的，它只是特性而已。对，可是真的很不实用。可是欺负新手之法。没有，所以后来我因为我曾经有做过把那个比较大的 Perl 系统就是改写成 PHP 系统啊，或者是说把 PHP 系统某些东西改做成 Perl 的东西，然后就发现哦，在 PHP 里面可能写了要写十行、二十行才能解决的问题，那 Perl 里面考有时候只要一行就出来了，蛮诡异的，对啊，然后就感觉到这两个语言的那种整个 design 的 culture 就不大一样 ，design 的那个里面就不大一样。对啊，而且有时候那个 Perl 写一写会写出那种在一行里面就出现一个 map 加一个 grep 的东西。对，就是一个 map 加一个 grep。会有两个或三个这种东西组合起来。哦，对 ，map 在 grep 在 map， 对，有时候会这种事。对啊，就是像这样的东西，他就要用 PHP 写，就要好几行，就要十行左右吧。因为有万恶的 underscore 底线，那个 dollar sign 底线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我在那个 Facebook 上贴了一个 Rosetta Code 的 download， 就是这个是大家知道 Rosetta Stone 吗？就是Rosetta Stone 是一个石头上面一边写着英文，一边写埃及文，是从地中海挖出来，是个从地中海挖出来的石头，就是可以现在当做翻译古埃及文的最重要的参考。反正那不重要，那还蛮好。就说这个网站是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题目，然后那个题目会有你想到所有语言的解法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你想到所有语言解法？比如说你找费波那契处理啊，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大概三十种语言的写法的费波那契。Data code。哦。对，然后当然 PHP 或者是 Perl 或是 Perl 就都可以用。或者就可以嘛，就 Wiki 啊。应该 Over 就可以，还会自动导向。OK， 费波那契是一个。连构都有，那有一些会有很多一辈子没听过语言都会出现，都非常厉害。对 ，OC 也是一个语言。你说 OC 啊 ？OC C。OK 吗？解释的好长啊。哇，
这么多。哇，而且飞弓拉奇它有每种原态列了四种解法。就是用递用递回，对，就是上面的有时候会讲说，对对 对, 對，有时候有些题目会讲说，你来看用递回解啊，或者是用回圈解。现在再来看它。嗯，好玩。这个是一个，可以大家可以用来比对比对语言的差异的写法。那凡是跟数学有关，凡是跟数学相关的题目，那个 MATLAB 都是顺差。说的也是，对啊。不过像是比较类似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节目题目，像是什么 Y combinator 啊，或者是跟递回有关的 ，Pro 六都是超快的，都是大概四五行的解法。Pro 的 sub 就是 Pro 五，就是 Pro 五的话就会那个好像 sub 要写多一点这样。Pro 其实也还好。费波那契数列的 Pro 6超短的，有两种写法，回圈。不是 lazy， 因为它有模拟 sub， 所以你就定义两个 sub， 就变成这边。会有六吗？对，会有六个模拟 sub。这像 overload 那样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会有，这不是那个 Haskell 的那个。这个是对，这个就是现参数符合条件的时候。对，当初对是符合这个条件是这样的，符合另外一个其他条件是这样的，这样。所以你在那个递回的时候，就不用在函数里面写条件了，就会比较清楚。你有看到吗？模拟上的。哦，太狠了。我记得这个语法 Pro 5也可以用。对对，要用一些其他的那个extension。对方跟我一起 share 这个话。不写法多少钱？咱们画面现在。对啊。不一样，你要把它当成它是不一样的进去来看待。哇，好多、哦！那全部一开始的目录这边会有，对啊，不同的语言的所有的解法。现在就是这样，现在两边都是算开语力。70、100、104。他列了104种语言，然后很多语言有三五种解法，三四种解法。而且光 Basic 就有好几种。Basic 自己也有好多的版本。是啊，没错。好，谢谢萨拉贡达今天刚才的 share 这样子，嘿。大家还有没有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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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讲的东西？哦，又来了，猜他。我要放地上猜到。那没有的话，那我们谢谢萨拉翁娜。那我们接下来欢迎他跟你很有缘的。他说你要一定要留言贴章在上面。哦，是。他是这样放。那我们接下来欢迎那个谁，欢迎 Cindy。什么？还在截图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。那，哇，又踩了！要不要把它拿下来？应该先拿下来，先拿下来，先拿下来，等一下再装上去好了。这些时候，大家有人在用的举手好吗？